郑中基女女 Emma 今日1岁生日，郑中基为女女喺酒店举行生日会，Emma 收到好多生日礼物。生日会完咗之后，郑中基抱住着住白色裙仔嘅 Emma 上保姆车，不过就唔见太太余思敏。郑中基送咗啲乜嘢俾女女呢？水池，佢吹起嘅游水池。生日会气氛点样啊？好多小朋友，好多小朋友，好多小朋友一齐玩。系咪特登请假帮女女举行生日会嘅呢？系啊，真系啲好朋友。系咯，都多谢你各个单位咁支持。系咯，俾我放呢两下。之后仲会唔会庆祝？喺屋企食啦，喺屋企食啦，真系攰啦，系。